阿伯甘达因在伊方为了新闻单位的等你发 ID 新闻啦 ，any 方。因为台南市呢，一名小子陈情是足以教育云，我说买一只，伊咪在现在麻烦了很早回呀，明天咱们单位买了怎么怎么的好 ，A 是不得好怎么不是？买的阿姆达因在就不去到毛河山了，阿姆达因在地铁去就地铁呢，我可能马上出门的暖了哦。但那哈巴木好 ，ID 还想等着用他们六周之前嘛买着 ，ID 现在那奥新的是。因为台南市呢，原名小吃叫玉营，肉在东山买单诶，未米在现在回来了不弄好，慢弄。因为奥新的是现在加油，而且说是我哥阿姆等着对方的张言。为咪在现在就不能现在八十不不，就咱们的现在就六周，而现在就澄清事了。俺们等着妈妈的回啊，咱们等着别的还不饿。还是说是妈咪在现在，我哥现在，我们买着姜等着妈妈买着，俺们等着那能不能好？那俺们等着乖乖不打我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从小就可以深耕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而且可以认识我们更多的传统技艺，因为我们在都市长大，然后要去融入到那个部落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边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在这里每天生活在一起，觉得非常好。因为台南市原名小子叫玉云，你知道我们的人家就因为我们的农民的东西哈，而且是我们的人家又不只有过我们的人家欧叔叔叔你知道我们的人家六十个诶，主办单位现在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现在教育局现在和你的组在哪是那么等着啊？吴叔叔祝满意。在明年以后，我们会积极来办理。除了现在我们的所有台南的原住民的基础以外呢，我们也希望一般的学生，包括不同的族群，有汉人、客家人、西拉雅，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文化的学习之旅。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啊，透过这六周的学习，他们不仅呢认识自己的母语跟文化，他们更可以当作呢我们原住民的所谓的文化的传承者。移民在现在啊，这是那原名小子，后面买只姜等着，现在现在慢慢买着。移民在现在慢慢的回啊，没姜等的，买了他妈的，哎，是不是都好没事？这买了他们等着，就没不等着，苗生那些他们等着的，他起码就这么大好啥好，啊，这是那等着些磨磨呀伊。我本来他们等着忙为呢，啊，上次他们等着好啥有五代现在台南市，明年他们等着不打算等着，打得再问着。欢迎你等着，没得再便宜，阿爸也不准便宜。